直接发个信号，有没有队友意识到，直接一张 TP 就对了。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单杀，跳过来一个吼，给一个点灯，是一个力量加腿的 PA 加穷鬼盾，好肉。我们跟着小兵跟着人打一个匕首打出暴击，但是这怪兽一个推推一个斩，就在白牛马上就要冲到我身边的时候突然斩死了 PA。 这波操作很亮，全能想加血加小兵直接把我加死，我直接吼住白牛，但是全能这个时候开启了大招，哇，又是一个钩子，这波惊险的不行啊，惊险的不行。对发条看一下他什么套路，好像有队友给了我一个骨灰，我还能战斗。这个时候一个推推救一下队友，然后发条这个位置我找机会一个吼住两个人，刚才绿鞋回了一点血，加上队友一个骨灰，我状态已经满了。这个时候剑圣还是放出斩，我一个吼一个淘汰，直接干掉了这个全能，然后跟着斩，因为淘汰之后是有一个攻速移速的加成，我跳过来一刀没砍到，没关系，追上去一刀砍死剑圣。这波我杀了几个人我已经数不清了，白牛又来冲我，这是个买活的白牛吗？我们三人骑居然还没死， PA 活了又来了。牛头的这个骨灰相当关键，我吼住两人，给你输出的空间，你有没有E？一个E，一发普攻打 PA， 漂亮，我这边一个普攻带走白牛，回头一个普攻一个点灯，我靠，这波 Ultra Q， 这个 PA 被我连续杀了两次，这波我直接打了2800块。哎，看到发条，牛头反应很快，跳过来直接给手阳做起了广播体操，僵尸放出来墓碑，我一个斩斩掉了打电锤的发条。这个时候剑圣的斩全部斩在了小兵身上，我的淘汰好像比你的淘汰厉害，这边全都还想上来放大，我直接吼住他三刀加一个淘汰直接干死。后排看一下这个位置非常好，跳过来一个吼，刚好吼住了冲过来的 PA， 然后一个淘汰干死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 PVP， 开启大招，开启 BKB 怒 A。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复活了的牛头站了起来，我疯狂杀戮。买了，蜘蛛他妈蝴蝶，我操，都在打我了，他打了，别跑了，我跑在你们旁边啊。哎，我们拆塔吧，他们要走了，拆塔吧，不然打不到人啊。兄弟们来了，我被进攻了，好，打他吧。宝石。可以，他们就蜘蛛和小小的，马上有蛋了。这里买了，把这塔拆掉。我能拆掉吧？你能拆？把塔拆掉就行了。上小小，冰锤住了。小黑，我被那个进攻了，攻那个下。没事，别慌。沙森林啊，蜘蛛啊。我要六七三刀绕后，对面这波打得太急了，打得好急啊！哇，感觉人要死光了，我们这边团灭了，我这里直接一个 F 点上去，对面肯定只能 CD 了，不用想的，我一把跳刀躲E，顺便把他收掉，然后这里过去一个 E， 再过去 A 他，来一个 R 开视野，再找机会看能不能秀一下开风步，对面这两个人杀不掉我的，没有任何机会能够杀掉我。这里普攻牛头，他推了一下自己，看能不能先杀牛头，然后再普攻三杀。还有一个 Tiny， 但是已经走了。哎，这边看了个小小，叫我直接上了，开一张直接打他，开个女王这完全不虚的，先 S 这个，再打他两下他已经死了。
哎，火枪开关闭障。哎他，再切一下，哎死了。哎，小风谁也想弄我，再开关一下闭障，切闭障射死他们有没有？还给成功拿点智力。好，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逗的东西，哎，就等一下，先打直播团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说。这边我们的尸体赏金，过去标记人也是被干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得，哎，这个树好烦，挡住了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捞死。这边船不要撞，不要撞，哎呦，撞了五个，好恶心！我的竹钩，我的竹钩，别打我的竹钩，别打我的竹钩，好像拉走了，升了一级，加了点血，我去拉走，把它捞死，捞，又升了一级，又加了点血，没死，我还三杀了，然后我。看一下直播有没有什么火花啊？碰撞出来，看到了一个老牛，老牛在河道下面冲了一个马格纳斯，但是已经停了。这个位置蚂蚁走上来，里头一个 F， 哎，全部在这好像三个人啊，先给个 Nova， 沉默大招 ，UK 大招，这波我一个跳大，我去 ，Nice Godlike Triple Kill， 有点爽。出现那四眼，我说打我来了这一波我很强，这波打起来对面肯定灭。不过我们现在是没有反隐，很急。有反隐的话，这波这个发小我肯定直接把他给秒了。哎呦，这个剑圣我不准备推他了，因为我感觉他必死。一直过来往我，飞机往我这边走，一个大招，一个 E， 我们再走，推一下自己，想先切我，我先走一下，等个 FCD， 好的 ，E 一下，一个补攻，一个 F 收掉地补师，那边还有一个军团，跳过来，一个 E， 一个补攻再走，这波的话是拿下了一波三杀，还是非常的爽的。现在四点